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下一站传奇31号选手，来自成都的刘诗璇，你们可以叫我璇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很酷，我真的很酷。我不是外表这样看起来这么可爱的，其实我真的是非常酷的人，酷到节目组的人都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臭屁女孩，因为我平时在节目组里面非常臭屁，就是假装不爱跟人说话的样子，都是那种，你叫我的话就。觉得我性格太好了，对，其实性格真的非常好，但是如果你们要一跟我说话的话，我就会马上非常热情的回应你们。然后下面我要给你们表演一个我们的团舞，但是呢，我不会用团歌来跳，至于是什么歌的话，你们听了就知道了。其实因为我平时太搞笑了，所以才想把自己装得很酷的样子。对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 cute 的人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在优视频下一站传奇赛道多多 pick 我呀！我是31号刘诗璇，你们的璇哥。大家好，我是下一站传奇您34号选手小仙儿，我来自卡斯星球，大家口中说的四次元古灵精怪少女就是我啦。我现在在干嘛呢？我现在在，风太大了，我在躲风。然后我擅长做梦，但是没有办法表演，所以给大家表演一个卷舌。就像这样子，我有点懵现在。然后我在优视频下一站传奇赛道等你来 PK 哟。让你服气五体投地，我不作弊，一鼓作气不作以待毙，日后再议，看我卖地刷清了所有的成功败绩。呼，这里是36号选手留恋弟弟弟弟。